张云雷个头太高，哎呀，不适合说相声。这个头又招他了。我个头不合适啊，这个合适啊。对，张云雷帅不帅啊？瞧这档次。你那大大哥，你干嘛你啊？他你要给他生孩子，我讨厌抢活儿。他现在越来越好，您客气。哎，得了个大胖闺女，对，发微博我们都看见，可爱之极。是生个女孩，他媳妇儿还给我打电话报喜呢。啊，那是。哎，对不起啊，是个闺女啊。对不起。这跟您有什么关系啊？我也是，我说这海呀，您头爹娘来的什么男孩女孩，健健康康挺好啊。啊，你也就注意身体吧，我也不得照顾你们。再一个，行，这话听听就拐弯啊。挂了挂了，他来了来。服务员，你跟着笑什么意思啊？臭不要脸的你！天天你贴着墙站着，你跟个壁虎似的。演员要随时保持微笑，用面对观众朋友们。哎，虽然观众朋友们给张九男的压力很大，但张九男也要用微笑面对观众朋友们。你这是非微笑啊？他怎么了？你这不跟呲牙的吗？好家伙，乐成这样还不鼓掌，还怎么着？一个个的还走一个大哥呀？别走啊！我说的还行。哎呀，太逗！没事没事，看他不信我。一马陷入淤泥内，看小眼畜生怎样出题。干嘛呀？张云雷，你骂我是不是你？我没骂你、啊。我怎么我出题了？啊！我骂你干嘛呀？你就是骂我的，你给我解解，是骂我的。你看你不知道。我不听，我不听，我不听，我不听。如今他有过来上这儿的大爷，大爷。啊，没有您，我不唱了不方便。我问你说捧哏的多重要？哎，如今的有了钱不差。老婆子，你跟我走，咱一到大街拜朋友，千千万那个万万千，你千万别给我丢了丑。哎，老头子。你亲我干嘛呀你？亲你没什么，老头和老太太是恩爱。